来吧，老铁们，象拔蚌刺身，咱们给他安排安排啊！妈，这咋还往刺水呢？吓我一跳！哎呀妈呀，吓死我了！这个得拿开水啊，给它浇透了。下雨了，下雨了。这边好像还没有浇太透啊。再拿开水给它烫熟了，皮儿给它烫熟了，来蛋黄。皮，咱们给它脱下来。哦，象拔蚌刺身安排上。吃象拔蚌的宝贝儿，给小仙女来一个双击，谢谢你们。